你把他造了。不是，凭什么我造了啊？刚才皮皮虾就你吃的，吃完了你批评我了，待人受过是可耻的。吃就吃。哎，哪位腰里别着锅呢？弄点血肠白肉给我咕嘟咕嘟。生吃啊？我们的广告语呀，就是什么样的男人他最帅，就是生吃大酸菜。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辽宁大帅哥。啊，糖岗子的酸菜呀、啊！你就酸死我吧！制片，拍车吧！干什么？牙都倒了！别！你干别，别走啊！我回去，咱还得猜，还猜呢！别猜了，再猜弄不好，猜出臭大将来呀、啊！臭大将就更得猜了，猜出臭大将，咱赢了。不得他吃吗？咱臭死他！出题，出题，请听题。身穿紫色衫儿，白的在里边儿，头顶上面有个尖儿，时间长了就打蔫儿。猜着了，这是这个答案。谜底紫皮大蒜是了，你听我的，我听你的，对过吗？我不信咱俩斗不过他一个，是我一个斗不过你们俩。我明白了，你的话就得反着听。谜底知道了，茄子，怎么样？皮儿是紫的，瓤是白的，啊，那个尖儿就是茄子棒。是吧，茄子放时间长了蔫了，就跟他一样，那叫瘪茄子。说错了，正确的答案是开元的紫皮大蒜啊。来吧，真是大蒜呐，这还是独头的呢，猜错了怎么办？你看吃吧，我刚才说是紫皮蒜，他不听，非得自己猜，猜茄子，这回怎么样？自己把自己套里了吧？不吃，吃不吃？不吃，我不会扒。那我扒。可以尝尝。好。大。看见了吗？每位成功男士的旁边都有一个八蒜小妹儿，全造了吧。真吃啊？咱们给他一机会行吗？这回咱们俩对春联儿，对得上来不用吃，跟我直播带货；对不上来，这一大辫子蒜您得全吃了，好不好？我的上联是沃野千里，五彩缤纷，争芳吐艳。我下联是关东大地七彩斑斓，柳绿花黄。你怎么说了这样？我没词儿了。我横批，横批，仔细中来呀、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。